是小欧肯，今天继续来玩上学途中那些事。可恶的坏人居然抓走了史不香的爸爸史真香，我跟某一香还打抱不平，我一定要救他。地牢的出口被人锁住了，让我看看房间里有没有别的线索。奇怪，这里的地板下面好像是空的，难道是有暗道？我跳，原来是有宝箱啊！我的天，这还自带弹射装置，改天我也在家园里做一个反贼。不好，有门卫，都是坏人的帮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一刀一个。咦，电能线，我没记错，六个电线可以合成一个电能石，可这门又开关了，这电能石先收起来，万一以后有用呢？史真香教授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跟我走吧。不行，他们把我的意识封印了，去精神世界需要电石块。电石方块我有，但要放在哪里呢？你放在前面的机关上，就可以开启精神世界了。哇塞，真的打开了，那么多的蒙眼羞羞，还好我神器在手，放马过来吧。可算是都解决完了，这是哪里？地下世界。这还有微型冲锋枪，拿上拿上。啊，怎么又有坑？说好的主角光环呢？怎么一直掉坑里？看样子又要我找钥匙了。那么多的字牌，我才不要一个个穿。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，真幸运，一点就中，钥匙到手，溜了溜了。前方高能，天哪，怎么会有那么多怪物？看我拖拖了你们。这微型冲锋枪好像生锈了，怎么打怪一点都不疼的？还是上军刀吧，可算都解决了，累死我了。芝麻开门，教授教授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他们造出了一只合成兽，不解决掉我们也出不去了。教授放心，都交给我吧。你小心点，我记得他们门口箱子里放了一把神器，你可以拿去用。好的教授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看样子这是要终极决战了，正好试试这神器的威力。奇怪， boss 呢？怎么出来那么多星星礼盒？赚翻了赚翻了。哎呀，是谁在偷袭我？原来是你个丑八怪，吃我一剑。哇塞，这神器真厉害，这下 boss 也解决了，我应该能回学校了吧。怎么还有坑？可恶的作者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原来是场梦啊，放学回家了。等等，门口呢？房间有三个球，集齐三个球门就会自动开，这还不简单，我小梗可是找东西能手。这里也有一个啊，哪里来的骷髅射手？走开走开。还有一个会在哪里呢？难道在窗后面？可算是找到你了，回家了。没有彩蛋，我才不信你呢，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原来别有洞天啊，吃上星星，放学回家了。